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帝国亦可毁于灭人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打一下。哎，1-4。全军出击！我度过了许多岁月。来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这不朽。岛屿会记住的。好像不太合适，每回都是我扣兵，他扣我呀。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。你不扣小兵，挖坟吗？啊，这咋扣着的呀？要摸一下子，要摸，回头，我操！我吃个药。炮车你都不要啊？看来你还是要的。凋零啊！我没凋零。哎，你往人家家野区跑，往人家家塔下跑啥呀？你往人家家塔下跑什么玩意儿呢？你直接往左边跑，你不跑了吗？你为啥往人家塔下跑啊？再来座坟墓如何？过来！有些灵魂，过来！注定要燃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拔地而起的诅咒。他想把 buff 给你，我拿不起这玩意儿了呢。就没有破晓。我现在哪能打过他呀？
为摧毁诅咒魂，我将会被女神称量。你别打我了，你补你的刀吧，你看你才补了24个兵，你不好好补刀呢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凋零。永恒之环，你非得逼我急啊！非得逼我急！这事儿他们找的就是加农灭息。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好，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打个不灭，降临了，感受他拉扯吧。Shut down。现在可以让他一刀。干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不加代课，我去找你了。观看他们的9分钟200个 Q， 行不行？10分钟300是我们的基本，15分钟500，20分钟800，23分钟1000。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息魂。也许永动机了，兄弟，是注定的。他的小儿子无限厨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
北将法者在反抗你们，没有来世可言。别来坏事儿。不要来坏事啊！最好在墓穴中沉睡。我这抠的正爽呢。老雨会记住的，死亡与我同在。幽病是吧？啊，是不是幽病？干啥呀，你们人啊？通向最超越的旅程。找回家永动机的，快快快快快快回家，快回家，这是一个合适的回家机会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永动机了，兄弟们，快快快快快！我必须挖下去。时代尚未到来，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你这个巨魔之王，给我了吧！兄弟们，给我救救我！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我加十二，外加一个峡谷先锋。哎呀，但是好像不是很赚呢。不赚呢？为啥不赚呢？因为打皮没了。我抢的有什么用啊？少扣五十，我少扣两百，我三十秒少扣两百，我跟你说，往事是描绘着未来的画卷。这老些小儿子，你们的精神空有无比，你不想加入吗？哎，我想逼他把大放出来，我想让他把大放了，这小子没上当啊，他不放。凋零。他吸地没好吗？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，我摧毁诅咒，我用了它，软弱无力。
你放不放大？我问问你放不放大？你放不放？你不放是吧？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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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，有人来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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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就让他在这儿，你别像有病似的啊！哎，我擦你哥了，我他妈就给你点面子了啊！我是真给你点脸了，我发现我是真给你俩脸了，你咋的你咋的？为什么非得野我？我在这抠的好好的，为什么非得野我？这永温为什么非得野我？我人都走到这儿了，还他妈放一往上来要打我，看我好欺负是不？怎么卡呢？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，杀掘墓人干嘛？顺手十二层，顺手的事儿啊！而且又来一个，那派克跑过来了。不要考验我的耐心，他们找的就灰尾。掘墓人呢，要我说你就别去别地方了，你就跟我俩在上路，对面的人呢也别过来抓我们，我们俩就在这互抠多好，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了，等我抠无敌了，我一个抠把你们全秒了，游戏就结束。打个红，也许树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还算你小子啊，有点自知之明。又来逮我来了。这搁这剿匪呢？这我操的！他妈人有点多呀！给我围剿了，人有点多，四个人还是抠的不够多。现在我们750，这波至少损失了200层抠，200层兄弟们，但没关系啊，可以先给他们一个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，让他们开心一下。
一会儿的寒冰啊，寒冰杀的我是吗？行，寒冰射手，你千万别让我有闪现。你再想想。Unstoppable。有些灵魂注定要燃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如一日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不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不管他，我愿意听，让他退。Shut down. 输锐马的时代尚未到来。没地方去了呀，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给个石头人，石头人是我练功房。等我1000Q我就出山啊。天空是无有，兄弟们再稍微等我那么一小下啊，清晨不用等的时间太多，150Q。又来嚼我来了，我快走，快走，就要降临了。我走还不行吗？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！别追了，行不行？再追我就给你们都杀了。撤！好像也该我 Q 一波了。啊！我操！哎呦我操了！我加12。下边再说吧。哎，凋零，僵尸。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一个小小的日炎而已，不足为惧。
送眼儿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带扫描啊。初三是注定的，差两个召唤师技能，还差120秒。来一波啊！凋零，该我了吧？凋零，加死二。与我同在。哪去了？你别让我碰着你啊！现在我们只要碰着人，非死即伤。来波1v5吧。咬完一口就跑，那能行吗？咬完就跑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喜欢 A。让我再爽一波的，队友没让爽，队友非得要赢，那没办法。